A9 包装盒内配有一对卡位器，取出包装盒中的卡位器，按下打印机顶部换纸键，打开纸餐，取出纸餐内的三寸纸卷，将卡位器掰杆朝外，另一侧先扣入打印机内侧定位孔，对准后向下卡住底部定位孔，一侧的卡位器就安装成功了。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好另一侧的卡位器就可以了。安装成功后，纸宽58毫米以内的纸卷都可以放入打印了。打开手机蓝牙，点击爱立雄 APP 右上角进行打印机连接，连接成功后，选择当前的纸卷宽度，打印机就会自动适配打印了。